正是后曾大来把家务减轻案了结，准备退堂。一望不好，这堂退不了，家退不了的呢还个侯尚归的官。侯尚是个寇主，前来告状，告他的相互刀人被杀，堂儿实习不是命道案当中的人，他是家务减轻案当中的人。要得这侯尚追凶手天后容易，怎么变呢？想想有了，他刚才说的，他老实，他在庙里头师兄师弟个个气他，旁人能气他，我大老爷也可以气他一回，干脆弄二十鞭子把他一打，打过了了事，退堂。凭良心说呢，哎，这个侯尚我还不能打的。如果说不是这个侯尚跑得来打官司，我那家务减轻案一下头还接不了，还亏侯尚跑得来打官司，把家务减轻案拿来了结了。就是刚才打了几鞭子准备退堂，老爷将将把这番话呀别的头脑人的稍微思上了哈子，想了哈子，还没有开口发辣，这听见侯尚一声喊：“发大命了，大老爷欺瞒用心啊！”哎呦喂，本人打鞭子，大老爷我胡尚老实，旁的人人气我，你大老爷也想弄回去了玩玩，其实还亏我胡尚跑得来告状，不是我胡尚告状啊，你的家务减轻啊还接不了的，加鞭子不如打打几鞭子，就算曹操了结了我就好退堂了，大老爷就刚才完了。实质上济公跑得来跟曾师后叫老稀有的，那曾师后咋咋耍玩的，所以曾师后的心思不过才被他头脑人的想了哈的，侯尚就对他说出来了。你叫曾师后一听不由打了寒噤，哎呀，哪说这侯尚老实的，这侯尚刁顽的很呢，我哪个到开口说要打他了，我不过被他头脑真的稍微想了哈子，哎呦，这胡尚倒是说出来了，真的假的？来人，哟，来，将这胡尚拿下去，重这二十，是，不成命了。大老爷，当着苦主告状还也打呀？休得啰嗦，去，是，过来。胡尚过来，过来之啥？过来把这旁的垮啊，没听说过这道理，苦主告状还一鞭子，你别啰嗦，我们老爷吩咐下来了，过来别偷，老爷突然试探你批判去。咦，乖这个文武人刚才哭哭啼啼可怜得很了，这个说逼你就逼你，这是多厉害多凶啊，你过来啥？别哎呦喂，有屁股不成嘛别打，你们打就是了，你们要是打轻了呢叫你个死人啊。好的，哎，真正是的，扣住告状还要挨打，我怕他了，怕了。侯尚自动的跑到堂口就朝那个石鞭上朝下一爬，来快啊，这个我呢就是条破裤头的，我把家杂撩起来，你们就在上头玩了，
哦，老爷，我看去讲什么？讲，干脆我也不要你对我抓凶手，你也别打我，我们练一下就好了，好不好啊？啊，真是听听心里好笑，个文虎当乌拉国在国跟你看别的，啊，还练一下好的。是一个个将将准备动手，那就在这刻个头门外进来两个人，那两个早发早落到了肩头上，背了包裹。这个包裹呢里头的东西呢就跟刚才唐二背的那个包裹里的东西是一模一样，和尚顺定了到时候必须如此，就在我这个要挨打的时候，你们带我过来，就是在公馆门口跟他们两个人父二就管起的这番话，如此如此，到时候你们去，如此如此，你们带我行事。所以两个人就在这个档口进了衙门，进了衙门，你没忘记他们样子呢？胸脯挺挺的，大拇指都翘翘的，乖乖，差不多的公差不在他们的眼下。哎，什么人？跪去，跪去。嗯，一脚头造福造落就顶到大堂口。啊，你们颠不孝啊！啊，你们要打什么人啊？这个和尚是你们打的吗？上面坐的什么人？真是何王王啊！不，望见两个假人服侍的人跑得来，就这么弄到公堂上，大声恶气的喊了完，并且指住我啊，问我是什么人来训我了。啪！大鞭，二人两个是后方人士啊，大概你就是这地方的真实后吧。嗯，你晓得我们两个人是什么人啊？啊，你打听下子，我们是凌岩府太守衙门赵凤仙赵太守赵大人的手下，我姓赵叫赵佛，我也姓赵，叫赵罗。啊，二人两个是赵太守的手下正事。你们两个到昆山有好事体，有什么事体呀？跟随这位和尚来的。你瞎了眼睛了？你晓得这和尚什么人啊？好人。好人，告诉你孩子，讲是谁？谁呀、啊？还不讲呢？你麻木，你头昏，你麻你莫做，你麻得准的，不得命了。这个造福造禄啊，家这么狠的、啊，他们两个人就弄了这个害家事，家的哪的事？家的是侯尚的事。两个人心头话，我们跟随灵隐圣人当朝丞相的替身到昆山县来办事的，你真时候说什么东西，把和尚的身份说出来，要把你喝了天啊，喝了滚啊了。所以两个人啊就弄了这个黑架势，鬼鬼大拇指都悄悄的鼻尖上飞了劲。你晓得这位和尚是什么人？你都听到，这位和尚人称大和尚老法师圣人张老灵隐的圣人当朝丞相的替身七公张老，你要把个和尚身份说出来，真时候一听，哎呀哎呀，我麻木了，要打这和尚啊？这和尚什么人啊？
这个侯尚当朝丞相的替身，他等于就是秦丞相。你打打看的碰坏的跟黑暗毛头就不正，所以一恨连忙离开柱头。离开柱头以后，对住侯尚扑落到双膝跌跪，叩称圣人驾临皇衙，都有得罪，望圣人海涵受罪。不要客气，不要客气，真时候真大人，请起请起，我老早就要跟你好，你不肯好哎，不认识是两家人，认识了就是一家人，叫个不大不成交，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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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回真好了。侯让站起身，就这么随随便便把郑寿郑大老爷搀扶起来身。郑寿郑大老爷再问侯让到昆山来究竟有何事，侯让就把自己到昆山来的目的告诉郑寿后，顺便帮助郑寿后把这个家务简情言拿来了解，得救接福造应证。所以这一刻个郑寿后听听啊，非常感激，我想圣人圣人慈悲下官，下官乃是先生有心，望圣人就在我衙门稍微休息一下，下官陪同圣人用酒。拜拜拜，你忙你的公事，你准备退你的堂，你休息，你这个很辛苦，一日还没有睡呢，一直操劳到这一刻。我呢，得病有暇，再到你衙门来，老你一顿，敬俺个酒是不吃，我就告辞了。哎呀，圣僧，下官非常故意不去，实在不故意，我就跟你化缘。啊，跟下官化缘要多少？有限，就画那个供养上的那个包裹，那个包裹呢，还是和尚辛辛苦苦背得来的。你把它收了给嘛，也是交口不如我和尚呢，就跟你化缘化这儿来，我有我的用处。好，是，随即吩咐手下人把个包裹包包扎扎交给和尚。和尚接过来，王王。这个这副干和尚，你肩头上包裹了啊，那个肩头上包裹呢就归你了。赵老和尚，这个包裹呢就送了吧，你这个两包裹里的东西，你们两个人相别独有数了，一模一样，说你们两个人的外快。左岁说，都是和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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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两人心都开心，跟和尚后头过日子，叫个先苦后甜。和尚带了么爸，哎，上来跟他在一起，路上受了种刀头锥，特别弄了个刀头压狗舌，把我们两个人正文压顺登了一包山的清凉屋里的，买了个刀头石头，买了一包文，一个人弄了50文，洗澡钱都不够。我们个恨和尚怨和尚，一直怨到这一刻，这一刻个相信和尚，和尚有道理，伤我们呢，挑我们呢，哪个敬仰你们？你都衣裳呱呱叫，一个人还有2包粮，多谢和尚，多谢和尚，多谢和尚，别谢了，别谢了。早在说真是个真大老爷，我们就告辞了。和尚拎着赵凤赵洛一脚头奔赵凤山家的公馆，他们走了。真是和真大老爷们，他退堂到后头休息，也不在我书中交代。和尚带着赵凤赵洛顶到赵公馆，上了大厅，望见赵凤鸣正在厅上垂头丧气，唉声
叹气。哎，怪哪个？怪家头哥哥不好，怎么想得起来的？把这种和尚见得来，亲得来，这种和尚在我看一点本事都没得。正在这个箱子，望见赵福赵老跟住和尚驾来了。哦，阿登回来了，赶来了，赶来了，赶来了，药赔到了。哦，药赔到了，赔到了，赔到了。不过呢，这个药呢，赔了呢。不是为老太君的眼睛用的，另有他用。哦，有何用？这个造福造乐就把和尚得救济苦的事情告诉给阿员外赵凤明听了一遍。赵凤明听过以后，心里头感激和尚，感激和尚得救了他的堂房之力。赵云泽不光感激和尚，通过这件事啊，心里头有点佩服和尚，相信和尚。再客个，所以呢，客气的多了。哎呀，和尚，阿员外，我三母太君同人非安卑，不知和尚用什么药物。用什么方法来医治？好说，这个那个三母太君的眼睛啊，在我看啊，不必用药，不说和尚吹牛说大话，我和尚是手到病草，就像小仙子，区区一针良方，你三母太君。双目就复明，此话当真？不相信，当场试验。哦，好，来人，阿员外，管去上房，叫小丫鬟将三母太君搀扶至大厅。哦，就是了，一刻功。手下人下去，这官嘛小丫头把三母太君搀扶到大厅之上，一张椅座把老太君坐在椅座之上，三母太君年事已高，九十高龄，精神是呱呱叫，就是这个同人翻倍双目失明，老水老老的死量。他也听说了，说是啊，家的大侄子走都城请了个和尚师傅来带他医治眼睛，所以嘛，谁看不见，听见那个地方啊，一个赖帽子墙，晓得是个和尚，就对着赖帽子墙那个方向微微施了个一打了招呼。大好无伤，老三双毛不变，就不全力了，大客气，大客气。阿员外，侯尚，你身无太君精神蛮好，哎，谢侯。同人翻倍双目失明，别烦我来，我来。老太君主问了啊，老三知道有老大好伤，听不到，听不到，望见和尚手提就都尖头，把八角心的兔八角跌下来了，抓着手上，对住老太君面芒微微显动，一阵清风，你就这阵清风刮过去啊，老太君感觉到神清气爽，舒服，
相安县侯让口雷练动真言呀哄一声呀哄神谋太君眼睛太眼一亮双目复明侯让笑嘻嘻的哎呀我呀那个神谋太君啊眼睛看见了啊此话当真你试试看啥哦阿员外赵凤鸣倒一点不相信呢哪有这么神通啊当真是收到病除啊然后站起来挖开所以就站起身就在自家神母面前啊晃了两晃晃过以后盯到神母面前神母儿啊你可看见了哈哈哈哦看见了哦刚才是谁人在你面前晃了两晃真是孩儿你啊哦三木你看看孩儿面容怎样哎为欧草劳四家后憔悴了一点哦看看你的鬓边又多了两根薄发让微凉的体内滴出舌苔就把两根薄发理出来轻轻一点看见了吗你说二员外作风名有望哈哈哈哈哈哈哎呀佩服侯尚有道理就这个小心的所谓关拉子我神母的眼睛复明所以这颗哥盯到侯尚面前哎呀侯尚圣圣张浪喂别客气别客气什么事哎呀圣圣刚才我都有得罪言语当中不到之处望圣圣黑汗受罪天不到天不到这个神谋太君嘛也站起身要见侯尚下跪侯尚不收赵凤鸣吩咐手下人把神谋太君搀扶到后边休息我也不啰嗦这个赵凤鸣就开发赵福赵老即刻赶回都城临安见哥哥报喜神谋太君眼睛复明赵福赵老就连忙赶奔都城他们在路上呢都要有好几天走下子侯尚见忙没有走什么道理侯尚好奇只要有酒喝旁人恭维他他就这么一晚就晚就晚的地方昏了晚晚一晃昏了多少天将近十天侯尚才离开昆山赶奔都城他到都城这个方便得很顷刻间就可以到他到了都城进了灵隐寺他就笑的马上要有人来请他都城出了两件大事一件西侯边城隍县县家下一个李彦叫武宗彦武宗彦为发生两条命案第二件当朝丞相相父瑞书房失去国宝
两间。哪个族的？这两起大烟俊杰一人数位，这个人在江湖上赫赫威名，大有名声，那是一个江湖大盗，在西川岛上混得非常有名，是个最有名的才华隐子。此人姓花，叫华云龙。华云龙这个勾强盗在西川岛上是无恶不长，特别干的这些才华烟黑人，在才华这当中他要推是首领。他还有两个号，一个叫乾坤道处，第二个号又叫个一条龙。这畜生啊，虽说是个强盗，表面上一点看不出来，人生得极其的漂亮，极其的标致，身上的服饰也非常的华丽。他说那个这样万象不多，他是强盗，是才华英子，都以为他是那个大家人家住过的人家的公子哥啊，大少爷，生得漂亮。他身高八尺，二十外岁，面如冠玉，四方脸堂，眉分八彩，目似狼星，鼻正口方，齿薄唇红，黑下无须，头戴六根金镶珠，平顶英雄壮貌，身穿原色素绸白门密扣装袄，丢裆叉扣，足蹬鸡皮的后爪困碎，腰束八丈捆，一条干连沙花丝纶带，外披一件大红勾巾沙花英雄大氅，走了下配一口朱红七刀把四郎之捆钢刀。这个畜生文武双全，轻重乱恩公兼备，飞檐走壁，非常之厉害。他以前在西川是西川道上强盗，那些强盗扎太多，官兵云集西川，强盗殴流四散。现在华云龙在江西混了着，